先不要管它，种子挑干净了哈。对，好，你们滚起来！我帮你们有算时间了吗？有。好，这个火太大，再小一点点了哈。我给你抄回答哈。那这边有贴纸，你们可以先写上日期跟姓名哈，先写一下。好。妹妹吗？跟乙亥。你们跟乙亥，哎，没礼貌。嗨，他要吃饼干，不要礼貌。吃比较大。冷的才会比较薄，这很正常的。但是这个也不可能跟超市一样这么的冻，因为我们没有添加一些化学添加物进去。那你们在超市买到的一定有加很多奇奇怪怪的东西，那个名字都很特别的，都记不起来的是什么东西的，那些都是化学添加物，所以才会那么冻。对，然后它的特别添加是防腐剂跟那个果胶，这个一定都会加的。所以他们可以放三年以上，那我们这种产品是没有在放防腐剂，所以它时间都很短。那像你今天做的这个只有3个礼拜，那像我们外卖。